鸡仔新品来喽！这次升级了200克的包装，5月20号生产也太新鲜了吧！这次的兔占比高达62%，全系列的鸡肉和鸭肉都升级为了鲜肉，还添加了麦卢卡蜂蜜和小红莓牛初乳，听起来就很好吃。这次升级全系列，他们都有精准的控盐、控磷跟控镁。低磷大家都知道是对肾脏是比较友好的，包装也好可爱，超级粉嫩。我们来抢先试吃一下。